阳光午后，谢玉如在院子里忙着，仔细一瞧，手里提着的浇花桶令人惊艳。这是没有化妆以前，这是化妆以后，所以你就觉得说，哎，你这样子也是可以去浇花，但是它没有感觉，对不对？花也不会漂亮，对不对？如果你用这个浇花，你就觉得那个花开起来就特别漂亮，特别有生命力。谢玉如口中的化妆术是她远赴欧洲学习的蝶谷巴特拼贴，眼前她正教着如何把美丽的印花纸或包装纸透过拼贴让浇花筒焕然一新，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叶子啊什么都可以拆开，拆开之后我们再重组我们要的感觉。源自意大利的首创艺术，让原本老旧或平凡无奇的日用品一一变身，废弃的砧板成了乡村风格的装置艺术，托盘可以是美丽的挂饰，而普通的帆布包也在拼贴餐巾纸的美丽图样之后有了独一无二的个性。我们是希望他们来上课，上完之后他们回去把家里不要的东西变得漂亮，然后可以继续把这个东西一直传下去，让生活充满美的元素。谢玉如在巴黎感受到的处处是美学的氛围，希望在自己的家乡台湾也能实现，所以他推广艺术拼贴，作品却不买卖。好，这个形象大家一定就爱不释手了吧？对，没有错。但是大家会拿东西来想要跟我交换，但是这只有分享，非卖品。所以好东西跟大家分享，好东西我会分分太假。好东西我分太这个分享。人生才会快乐，人生才会快乐。人生才会动快乐。谁说艺术只能在博物馆？谢玉如的教室里正在散播美学种子，期盼透过分享，创造生活中许多美美的新生命。好东西我会分分太假，人生才会快乐。好东西我会分分太假，人生才会快乐。